引力，作者高夏芳。一个小孩子在厚厚的云层下放风筝，风筝飞得很高，渐渐在云层中消失了。有一位路人问他，小朋友，你在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在放风筝。路人疑惑地说，风筝在哪儿？我看不见。孩子回答，我也看不见，但我感觉到它在牵引我。我们的生命也常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推动着，看不见，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。有时这力源源不绝地轻轻伴随，有时强韧地拉扯，有时则排山倒海地近得不可以抵抗。这股力可以是圣神奇妙的推动，圣神如风，风随意向哪里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也可以是爱的催迫，宝路就是凭着这股力量去走天涯，传福音，超越疆界，超越局限，越走越远，越行越见，越干越起劲儿，越活越有创意。主，求你赏赐给我们这股生命的引力，这股爱的牵引。没有它，我们会变得呆滞、庸俗、死沉。也求你使我们委顺地让它带动，让它引领，让它提升。